2023开春迎来科技界的大震撼，以 AI 自然生成技术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来了。仅仅上线5天就累积超过100万会员登录，网站还因为大量需求而宕机，使得其所属公司 OpenAI 立即扩充升级系统。这套强大的 ChatGPT 是微软投资数十亿美元，由特斯拉的伊隆马斯克与 OpenAI 的首席执行长山姆奥特曼于2015年成立的 OpenAI 公司所开发出来的生成式 AI 技术。 ChatGPT 是 Chat Generative Pre-training Transformer 的缩写，是一种深度学习的 AI 自然生成技术。除了透过阅读巨量资讯的维基百科外，更透过网络上来自各个角落的海量资料以及 Twitter 的内容进行学习训练而产生出来的 AI 训练模型，目前已经可以轻易地完成一篇简单的文章、报告、email， 甚至与你应答任何的问题。ChatGPT 是透过自然生成式的前期训练理念所开发出来的第三代模型，透过自然生动的口语化来与人对谈交流。除此之外，它还会纠正你的语法，协助你将困难的文章总结重点，将影音内的内容转换成文章，也会修正你的程式码。从2021年11月首次开放 beta 版测试，目前线上推出的 GTP 3.5 版与以往其他的聊天机器人透过字面分析语义再去捞已经建立的答案资料库来回复的概念有很大的不同。 ChatGPT 的深度学习采用称之为人类反馈的 RLHF 来强化学习，成为了一套可以理解你的文字并与你自然交谈的语言系统。国外媒体更将其描述为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有用的聊天机器人。我们实际上线测试了一下它的反应，透过3-4个对谈呈现了它的强大能力。首先，我们先让 ChatGPT 写一篇关于 ASICS 赞助世界杯足球赛的新闻稿。再来，我们让 ChatGPT 写一篇莅临进军欧洲市场的新闻稿。一开始 ，ChatGPT 因为资料不足，请我们提供资料，我们让它参考网址。接着，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再来，我们让 ChatGPT 写一篇黄生科技捐助1000万关怀弱势的新闻稿。最后，我们让 ChatGPT 写一篇介绍我们杂志的开发信。看过了 ChatGPT 的强大，你是不是也会想到，当这套 ChatGPT 的能力逐步完善后，会对社会带来怎样的负面反应？例如，在国外已经有程式人员使用 ChatGPT 来代写程式。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中，学生透过 ChatGPT 来答题，竟获得了 C 加的成绩，让校方为之震撼。Says how to do the math, and at the end, the answer is, wait, it's coming. The answer is B. B. And then you can go to the exam, you go to B on number 5. 纽约大学也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专门处理 ChatGPT 的问题，甚至有教授开发一套 AI 软体来分辨学生写的文章是不是由 ChatGPT 生成，此举也被形容成用 AI 监督 AI。 除此之外，还有社群专门针对如何避开 OpenAI 的内容审核进行研究与讨论，以此来避开 ChatGPT 的道德准则。而令人担忧的就是生成伪造的影音与图像，
例如 OpenAI 公司推出的另外一套 AI 运算技术，可以透过简单的文字叙述产生前所未有逼真影像的 DALL-E 2图灵生成技术。根据海外媒体报道，已经有人透过 DALL-E 2生成的图片放在知名图库网站销售，跟专业的摄影师与平面设计师竞争销售影像图片。其他的诸如挖掘个人隐私、露骨内容与宣传，而最后最直接的影响便是导致内容创作者失业。 OpenAI 公司在其发表的声明内容中提到，目前推出的这个版本还是测试版本，提供的内容不一定是正确的，因为还有很多的资料来源没有确认过其真实性。虽然如此，透过目前 ChatGPT 回答的内容，却也容易让人们误以为其真实性相当高。对此， OpenAI 公司透过 API 来协助开发人员审核系统，将违反内容政策的内容，例如非法的或不安全的内容，修改或删除掉。或许没有办法做到100%，但对于更正确的内容会有帮助。尽管有这么多的顾虑与限制，但科技界的人士普遍认为，这种生成式的 AI 人工智慧技术将定义未来人类在网络上的互动模式，甚至有人形容这是 Google 的末日。纵然如此，但 ChatGPT 也会有正面的影响，例如一些必须24小时待命的客服人员，可以透过 ChatGPT 的生动回答，让这些客服人员不需要待命那么久的时间，也可以帮助一些没有行销编辑能力的企业主进行宣传及撰写文案。目前 ChatGPT 提供免费问答的服务，读者们如果有兴趣，可以自行上 ChatGPT 的网站登录会员，体验这神奇科技的魅力吧。